知你的。我一变脸没有办法拒绝他。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分组会分三组，然后每一组总共是五个人，加上我们的妞妞，一人会有一杯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里面会有几杯的排迷啊，可能一杯或可能五杯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如果是赢的人呢，我们有奖品，非常好的奖品；如果是输的人，非常不好的奖品也会送给你。好，那接下来谁要先玩？我们先两个妞妞好不好？安静。好，那先你，你跟丫丫好了，就在我左边这两位。接下来征求三位，三位我们可爱的观众们，谁要？橘色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礼物真的是不得了，而且如果你上台来，妞妞亲自喂食。悠悠，你要吗？悠悠跑走了。女生谁？女生立生。很远，好，立生来。要给爱丽丝喂，要给爱丽丝喂。那你坐下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爱丽丝等下会全部都涌上来的。还有两个，没有的话，我现在就直接点人喽。好，自己涨上来。啊，好心脏，还有，你挑一个，我挑一个，是不是？有人想上来吗？没有啊。好了，心用啊，你都挑我的位置了，来。你都想取代我的位置了，来。取代我的。跳得很棒。真的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请你们站到台上去。你们站成一排，是我们也要喝吗？你们也要喝，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喝了什么。好，会，对，你也可以表现出你就是喝到台面喝的同时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。你们一个一个喝，看前面本来是什么？来喽，皮皮为什么要奸笑？五杯都中，这五个，其实五个都是吧。一二三四五。皮皮好兴奋哦！皮皮，你我们等一下，请皮皮也一起来玩，好不好？我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要同时喝的，没有没有，一个一个表情，一个一个表现，来，哎，不用喝完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我们先分子，好，我们新的先。好，很开心的表情，接下来大口，大口喝很大口哦，可是表情有点，有点好像有点悲伤。接下来是丫丫，我想我感受到你的悲伤了。好。Ha ha ha!
七杯，无限畅饮啊，无限畅饮。刚才没有，刚才执行长已经喝过，他喝那么大一杯诚意，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谁还有点怀疑的？觉得是他？有没有？举手，举手。星佑，星佑来，星佑再喝一下。干杯耶！哎，他很可怕的，可见他一定是没有啦。那还有没有谁？有吗？有谁怀疑的吗？没有就要开始猜喽。没有疑点了是不是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那开始猜喽。好，好，来选。谁喝到坏东西？谁要猜？哎，你们不要，不许跟我们讲。请问是谁？丫丫老师，来，你跟我认。丫丫老师。丫丫老师有喝到。丫丫老师是什么？他喝到坏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白开水，所以你开你还是你送给你？执行长。
先找人。小东也不在。好 ，OK。阿龙，刚不是说有人选阿龙吗？我也要一口塞，可是我要横着塞。可以了。